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里。今天我们要来进行一项特别的挑战，挑战的就是游戏场里面的拳击游戏。当然，因为要挑战拳击的话，所以讲现在我们要来补充一下体力。如果吃不饱的话，等一下我打不出一个像样的一个炮。被誉为是东南亚最强健的手臂，在这里看到吗？能请出今天的挑战者。因为平常我一个人挑战的话，一定挑战不到什么的嘛，一定都是有人要来挑战我，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主题节目。好，今天的挑战者就是要靠我叫小子，那叫我李小龙。金龙门龙君大四色小龙小人乱路，大龙大龙摆尾摆尾。他讲的是 Blue Steel， 他是 Blue Steel， 我就懂你一样了哦。好，我们先补充一下体力，等下我们再去进行真正的要挑战的一个项目。现在很无聊。所以讲，我们要来比赛吃下瓦萨比，对吗？我要排进去一点吗？好吧，看不到。哇！啊，弄完了吗？弄不完，不要这样玩死我了，就是要留一点点了。我先死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准备好啊。开始哦！轮到辣椒小王子挑战，人称全马第一辣。哇！哇！明明不是讲辣椒小王子呢？不要逼我、哦，我凶嫌我自己都怕我自己哦。我就是要你凶、哦。接下去整罐马来嘛。来来来，抢个去。整罐整不起。发回去，发回去才好用。OK， 辣椒小王子。OK 啊，够了啊。这是杰利的频道吗？好了，不要抢到他的风头，放一点水啊！来啊！还没有吃，你就是啊屁啊！哇！小问题。
OK 啊，OK 啊。把沙皮拌了，小问题。